蔡英文整个诈骗这个博士学位这个论文，他的剧本啊，就不止一套了。当时的第一套就是说1983年于远辉拿到学位，可是这第一套剧本现在他已经不敢再提了，1.5个博士学位也不敢提了。之所以会修改，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贺老师啊、黄正啊，还有一些热心的朋友们不断的在追查。刘美教授林宽腔一直在追查总统蔡英文的论文事件，最近他发文提出3份文件前后对比蔡英文对于博士毕业的时间，说辞反反复复，让林宽腔直说这个证明他的博士学位的确是假的。2019年的时候9月4号，蔡英文就提起公诉嘛，然后就告发贺德芬教授跟本人，后来接着呢，他又告彭文正教授，也就是等于说以刑事公诉来控诉我们三个人诽谤他的名誉这样。很多事情都非常巧合，当时他以为这些资料可以用来给我们治罪啊，恐吓我们啊，结果是反过来呢，我经过这个重新整理，就拿出最近3份公文出来，然后这些公文反而可以来证明蔡英文的确是诈骗博士学位，而且诈骗的时间点非常早，从1983年。这个整个论文这种诈骗博士学位这个事件，可以说是现在进行式，一直到今天为止仍然如此。只说蔡总统谎话连篇，林宽腔也点名几个知名大学也在帮忙掩护，甚至最近又查出了新的微爆弹，他很快就会来揭露。他现在就等于是台湾的政大、英国的伦敦大学，还有英国的伦敦政经学院都参与配合造假。然后最近呢，我深度研究这些卷宗，就是黄伟检察官的卷宗，发现东吴大学也参与造假。再过些日子，我会再把证据提出来给大家查。他的第一份公文就是那高明辉那个公文，当时他蔡英文他想回国嘛。那回国的时间点就1983年5月，他当年呢，他想回国，但是他跟那个秦福贵、高明辉委员，他就说他，预定5月份会拿到博士学位。可是这个时间点呢，在那个时间点，他当时呢根本就没有一个博士论文，更谈不上说他已经，通过的博士论文是。那么他的所谓预定5月份拿到博士学位，这不是欺骗，那不然这又是什么呢？那另外一份公文就是他那个，就是比高明辉这个公文他稍微早一点，就是在1983年3月11号，他自己填写了一个申请表，在里头呢，他自己也是写说他是5月会拿到博士学位。那这个跟他后来就是说新的剧本的出现，完全都是背离，完全是都不上。虽然最新的剧本就是说他是，1983年10月16号星期天口试，然后他从台北，就是1983年10月15号星期六从台北直飞伦敦去口试，像这是新的剧，这跟当时的完全他在官方的文件里完全都是都不能的。换句话说，蔡英文整个诈骗这个博士学位这个论文，他的剧本啊是不止一套的。当时的第一套就是说1983年五月会拿到学位，然后他拿到学位的一个时间呢，他花的时间都比别人短，然后他的学位呢是所谓的 1.5 个博士学位，这是当时最早的第一套剧本。可是这第一套剧本现在他已经不敢再提，1.5 个博士学位不敢提了，1983年5月或者6月毕业这个时间点他也不敢再提。他们现在就是转向新的一个剧本，就是说1984年3月14号获颁博士学位。可是呢，即使这一点英国伦敦大学他也没有一个正式文件可以佐证。整个背后的运作就是说，他们的剧本在修改，然后呢，之所以会修改，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贺老师啊、黄正啊，还有一些热心的朋友们不断的在追查，发现很多东西他们自己也都不能无法自圆其说，所以都说呢，剧本不断的在修改。